什么意思？我没有杀成刘长营。再高明的猎人也有失手的时候，没关系，再杀一次就是了。为什么？规矩，原则。十万两都不要了？十万两啊！哎，十万两银子，对你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！哎，等等，银子不用还了，我再给你加十万两，给我另杀一个人。谁？太子。十万，太子和平民都是一条命，一视同仁。十万。娘，你为什么要杀害我的黄哥哥？我们没有要杀害你的黄哥哥呀，我都听见了。小皇子，你母亲所做的一切可都是为你好啊。为了我好？那你们就放过黄哥哥吧。哎呀，小祖宗，你要是把这话说出去，你娘就死定了。我不相信。哼。哎呀，这怎么办？他不会说出去的。小东西，你跑那么快干什么？黄姐姐，我正准备找你呢，你赶快去救救黄哥哥吧。你说什么？有一个叫一剑飘红的要杀黄哥哥。你听谁说的？你别管了。好，那你要答应我，对任何人都不要讲这件事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，不然的话我就不会来找你了。那好，我先送你回去吧。生儿，对太子这件事知道怎么做了吗？启奏皇上，生儿是个粗鲁汉子，可能有时候会把事情办坏，可生儿对皇上的赤胆忠心是永远也不会改变的。生儿愿做皇上的一条狗，皇上让我咬谁我就咬谁，就是咬不好也要死咬。嗯，好，很好。朕马上传旨，让冯少卿把他的女儿给你做老婆，择日完婚。谢主隆恩。嗯，起来吧。我听说冯素贞原先许配过人，是不是啊？许配也顶不过皇上的圣旨啊。哼，你要小心呐，成了亲也不一定做了你的老婆。女人是一种死心眼的动物，只要心里有了一个男人，她就永远也忘不了他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你弄一顶特大的绿帽子戴在头上。圣儿知道怎么做。嗯嗯。妙州知府冯少卿之女冯素贞，贤淑端庄，着指配御前带刀侍卫东方胜为妻，刻日完婚，钦此谢恩。谢主隆恩。冯素贞，你敢抗旨不尊吗？抗旨不尊又能怎样？啊，这怎样？冯少卿，下官在。你精通律例，你说抗旨不尊该当何罪？抗旨不尊，满门抄斩，诛灭九族。冯素贞，你听明白了？不就是掉脑袋吗？来人！钦差息怒，钦差息怒，请宽限十日，宽限十日，宽限十日。三日之后，我要成亲。啊！这。
爱一个我不爱的人，可是我仍然感激你对我的爱。我答应你，答应你。这到底是真人比画像更漂亮些，是吧，冯小姐？不，东方夫人。你觉得强扭的瓜甜吗？我不管它是强扭的瓜还是瓜熟蒂落的瓜，我甚至不管这个瓜是甜还是苦，我追求的只是这个瓜是我的。谢谢了，哎，谢了，哎呦，您来了，好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哎，里边请，哎，里边请，啊，啊，到里边去，啊，里边请，哦，啊，来来来来，啊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来来，抬进去，哎，您请，您请，哎，您请，哎。啊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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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来了来了，啊，恭喜恭喜恭喜啊，哦，哎，哎，你干什么呀？你干什么呀？我是给冯小姐道喜的。你也配来给我们小姐道喜啊？这个喜只有我最有资格道。你滚吧！哎，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多势利小人呢？作孽，作孽呀！你说什么呢？老不死的！喂喂喂，你这么凶干嘛呀？这是我们家小姐的朋友，真是的。老太太，别理他，我们进去啊。你不就是小姐的丫鬟吗？
该洗不洗，该背不背，人总是这样自寻烦恼。小姐，小姐，琴修好了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。啊！救人啊！快来人呐！快救人呐！来人呐！怎么了？小姐，小姐她死了！素儿，素儿，素儿，你为什么要选择死呢？啊，素儿，好死不如赖活着的道理，你怎么会不明白呢？爹爹对不起你，爹爹不应该逼你接受你不愿意接受的婚姻呢、啊。冯少卿啊，冯少卿。你究竟做错了什么，要得到这样的报应啊，素儿？你想解脱，做梦！你生不是我的人，死一定要做我的鬼。小侯爷，现在怎么办？婚礼照常进行。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礼成。我终于娶到天下第一美人了，冯素贞，你生不是我东方家的人，死也要是我东方家的鬼。小姐，你怎么会死呢？要是像你这样的人都能死去，谁还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？你那样美丽，那样善良，不，你没有死，你就是睡着了。你爱的那么久，那么深，可是你还没有得到爱的回报啊。李公子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你都不来见我家小姐最后一面。
哎，两位客官请。请。客官您吃点什么？您要点什么？就吃他们。哼，我也会。你要干什么啊？我也要吃他们，还不快去。哎，好。哎，菜齐了，客官慢用。来，小二，先生请坐。请问先生想用点什么酒啊？好酒。本店最好的酒是错认水。五碗。客官稍等，五碗错认水来喽。听说了吗？那个号称天下第一美人的妙州知府千金冯素贞啊，她死了啊！听说这小姐很傻，侯爷公子不要，非要嫁给一个算命先生，结果被算命先生给害死了。素贞，真是红颜薄命。不，素贞不会死的，素贞永远都不会死。你们胡说八道，素贞不会死。你这不是在砸你自己的饭碗吗？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。难道你希望你所爱的人在九泉之下也凄凄惨惨戚戚吗？你怎么知道我的事？整个妙州城没有人不知道的。可是我连素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。那你还不赶快去找她？为什么还是飞不了呢？怎样才能有一颗心呢？大爷，买朵花吧。卖花嘞！竹筐破了，竹筐破了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。太子老兄，啊，东方胜，是你啊？你想干什么？我想让你死。东方胜，你为什么要杀我？因为很多人都想你死。我谁也没有得罪过，谁也没有伤害过呀。有时候一个人存在的本身就是对别人的得罪，对别人的伤害，你就得死。你不能杀我，我是太子。好，你不是想飞吗？我带你去飞。走。救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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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命啊。素贞，素贞，我来了。素贞，是我杀害了你，我用我的懦弱
用我的愚蠢害了你呀，素贞。鲜花啊，你们为什么不去参加喜庆的婚礼，却来瞻仰人世间最悲惨的灵台？你们在笑吗？是不是在笑一个美丽的善良女人的死亡，一个不该举行的葬礼？你们这些可恶的枝叶，丑陋的花瓣，腥臭的花蕊，把素贞还给我，还给我，还给我，还给我！老爷，你要小心身体，老爷。啊！你又回来干什么？我的素儿，我的素儿，素儿呢？你把我的素儿弄哪去了？你素儿呢？素儿，我求求你们，我求求你们，让我再见他一面吧。你别装模作样了，快说，你把素儿弄哪去了？让我再看他一眼吧，求求你们！来人呐！再看看他，让我再看一眼，给我抓起来！求你了！等等，夫人呐，算了吧，就放赵婷走吧，他是不会做伤害素儿的事情的。不行，我说不能放就是不能放，抓走，抓走！让我再见一眼素贞吧，让我再看他一眼。素儿，素儿，你让爹爹可怎么办呢？是他，这个恶人，他要害的人一定是好人。救我，为什么要把我从这个幸福的死亡中救出来？冯素贞已经死了，这个世上已经没有冯素贞这个人了。孩子，我救你是为了救另外一个人。什么人？到时候你就会知道的。什么？没找到？我们把整个山沟都翻遍了，除了这几个碎木片，什么也没发现。给我找，城里城外挖地三尺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，回来，通告所有药铺，一律不许擅自买卖金疮药。是。木娘，我的木娘，木娘，
药，我家里有人跌伤了，麻烦你给我买些跌伤药好吗？知府有令，买这种药一律到衙门开条子。啊！哎！你在磨蹭什么？我想睡觉了。你知道小姐去哪儿了吗？小姐她死了。我知道她死了，我问的是她的尸体。不知道啊。守灵的时候你去哪儿了？我去茅房了。过去是小姐护着你，你就像二小姐一样。从今以后啊，你给我住到下房去。听见没有？是。你是什么东西，竟然敢打我的救命恩人？你又是什么东西，敢进入这里？我是太子，见了本太子还不下跪？你要是太子，我就是皇后。你看这是什么？哎呀，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请太子恕罪。冯知府，太子。啊，你是何人呐？我是太子啊。你不认识我了，冯知府。我不认识你，我从来都不认识你。你快走，赶快离开这儿。世态炎凉，世态炎凉。我走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连累你，知府大人。哎，啊，太子殿下，既然来了，何必着急走呢？知府大人，下官在。你真的连太子都不认识了吗？是不是想放了他呀？他真的是太子啊！下官我。知府大人，官做长了，做大了，是不是都像您这样精明？你的父皇也真是糊涂，居然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相信。不是父皇糊涂，是谗言太多，阴谋太多。你父皇的糊涂是正常的，因为他老了，
父皇从来不服老，他要创造生命的奇迹，他要长生不老。听惯了万岁万岁万万岁的人，总以为自己真的会万岁。有一天我当了皇上，谁要是喊我万岁，我就砍谁的头。所以你连太子的位置都保不住。冯素贞死了，也不知圣儿有没有心思去办这件事。我看圣儿不像是那种会被女人拖累的人。心狠手辣，方显男儿英雄本色。国师，娘娘，去吧。皇上为什么要把太子毫发无损的押解回宫呢？说明皇上对那件事还心存疑虑。如果皇上明白了，让太子复了位，一箭飘红已经接了银子，我们立刻把太子的下落告诉他。杀一个不会武功的人，对他来说这太容易了。有时候看似容易的事反而更难办。你想想，以冯少卿的精明，他怎么会让太子死在他的地盘之内呢？他一定会严加防范。我们应该两条腿走路，一是催促一箭飘红立刻动手，二是下一道密杀令圣旨，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。圣旨？皇上绝对不会下旨杀自己的儿子。这道旨谁能请呢？谁能请？你呀，菊妃娘娘。对啊，皇上对你宠爱有加，你能行？宠爱？如今的皇上已经不会再宠爱任何女人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身体已经近乎腐朽，这是一个长期荒淫的男人的必然结果。对女人，他从来都是只有本欲而没有情爱。如今，连本欲都快消耗光了，对女人，他就再也没有任何兴趣了。他对我的需要，仅仅是每天清晨的那杯菊花茶。菊妃娘娘，这是多情龙威丹，你只要让皇上吃下去，我确保他立刻在龙床上恢复神威。对女人来说，一个糟朽的老头子，无论他有多么威，和他躺在一张床上，终归是一件令人厌恶的事情。娘娘，你一定要去。怎么，连你也劝我？难道你就忍心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躺在别人的怀里？娘娘，要成大事业就必须忍辱负重。从皇上把你抢走的那天起，我就恨死他了。我下决心一定要报复他。我不止一次的发誓，我一定要把你抢回来。为了我们能长久的在一起，你必须要忍受这暂时的痛苦。你们男人为了自己的野心，连心爱的女人都会放弃。娘娘，皇上，这是给你的。这是什么药？这是多情龙威丹，是国师心计研制出来的。能延年益寿？能焕发青春。自从当了皇帝之后，所有的一切，权力、威望、财富，都是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多。没有这青春，却是越来越弱，越来越少了。
如今就剩一点青春的尾巴尖儿，揪都揪不住了。朕好像有了点青春的冲动了。朕许久没有这种欲望，许久没有这种冲动了。皇上，皇上，自从受到太子的侮辱之后，臣妾对什么都没有了兴趣。这不仅是对臣妾的侮辱，也是对皇上的侮辱。如果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得不到严惩，臣妾……你是不是想让朕用一次欢愉来交换儿子的性命？臣妾不敢。那你还等什么？啊？侯爷，自己心爱的女人在和别人寻欢作乐，你心里一定不是滋味吧？其实这有什么，你不过是觉得自己的东西被别人强占了，如果没有别人强占，你也不会把这东西放在心上。其实道理就这么简单，想开点，不过是个女人而已，算不了什么。嗯哼。